我拢爱正式，加请一条摇车、卡车、王校长来首先来做演员来讲。我再来，拍者不拍者来。做准备啊！哦，安尼六个学员准备哦，来讲咱五十分钟啦，啊、哦！所以我要甲各位来报告哦，虽然无足济，因为有足济活动，足济人拢寄一寡金额来遮。今日我们的募款是70,000，拢总是70,000块。那待会我们会前述1:15的时候哦，咱的专属来捐赠哦，医院。基金会没有了一座生长小朋友教育的基金啊哈啊，那希望咱下个月一个新的单位，那预告咱下一个月，咱嘛是针对较辛苦的团体啦。5、6月份，咱无针对学校，对生长协会遐个行动无方便的人，咱来伊个协会来做一个援助。啊，7月份哦。咱再来做一个啊，辛辛苦苦啦。虽然金额袂足济，但我相信啦吼，套一句我遮讲的啦吼，按照比率来讲，每一个搁较进步、搁较老这个学校内底，拢有一寡较弱势的囡仔存在啦吼。假如讲咱需要一个多门，咱的米店迄个大型的活动，当然咱以贫乏为主啦吼。微型的学校为主啦，吼。但是呐，像这种需要钱的多么，咱也朝向更加多元的方向来做服务啦。就咱想讲，咱10月份固定就是做中央厨房的关键。10月份咱就是做北门高校迄个中央厨房，伊提供500个囡仔伫食饭啦，吼。啊，11月份。咱就做西部，南华张立成校长遐迄个中央厨房啊。12月份，咱就做六姐，吼、哦，遮个方式就是咱每一餐每个月第三个礼拜天吼、哦，啊，来去参加的啦吼、哦。你像我的柯清颖七哥，按 T1，我开始咧做的，开始来参与，到即摆。伊随意诶，拢来坐一下。伊敢若说坐上久诶啦，拍倒位啦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我头一无注意，他人就不见了啦，拍拍手来。啊，阮即摆分拢即阵仔做食来啦。啊，伊是头开始就来啦。啊，伊你坐啊，搁伊坐万尔，足无头走诶。你说我叫迄个陈女真来甲看，无就搁走去啦，无就搁选伊啊啦，吼、哦。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请那个柯清颖来讲两句话喂。来，你来讲两句话喂。你讲要讲五届？要讲五届，实在啦，一届尔啦。好。OK， 咱来邀请吼，来自嘉义，咱的蔡喜豪群群主席。哇，伊自1819你做会了电影吼，到即摆啊，他。每一次都参加啦，无缺席啦。该拍一个无啊，1819，伊做会叫伊啊，每次拢参加。啊，当然这着爱因老公有支持，老公你怎啊？为啥来拍一个无啊一个啦？老公有支持啊，来谢谢。哎，我们的谢校长哈，阿哥咱的好弟哈，阿哥咱在座的师兄师姐们哈，会长们啊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哈。哎，我跟大家报告哈。我1819做会长吼，但是我不是1819来哦，我是做副会长迄年来哦。我要请我们现在林瑞阳哦，我要请教你一件事情哦。我当副会长那一年来吼，你看88个副会长来，大家都在这里。哦，我跟你说 DMP 的学校的。对，啊，你看哦，88个副会长来。你什么名字要叫的？你在创啥？你什么名字要叫的？你在创啥？哎，我吓了一跳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完全不认识哦。你这样给我叫出来，哦，我刚刚我真的很感动。嘿，啊，我起个麦克，哎，你这个是怎么办到的？是不是等一下给大家讲一下？背着背回去，大家拢办理哦，拢袂叫唔着名。哦，这点好，我是做配合的。哦，所以。我是感觉讲，
我从那时候开始哦，我是感觉讲，我的花较少花吼，咱无法度做大型的活动。哎，我是觉得说，林瑞阳这个活动我真认同。我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几乎有空，我每个月都会到，除非说那时候刚好那个月我刚好，有更，做咖啡的国营的活动，说不然的话，我每个月几乎我都会到，而且我们1920的会长也是我儿子当的哈、哦，那时候伊拢是规家会所来，我们一家都会到，所以再来每个会长嘿理念不一样，好、哦、啊理念不一样没关系，我还是继续走我的路，我感觉讲这个活动。真好，他说我一定会继续的跟下去啊。咱家己活动做大型活动，所以讲小小啊，嘿，一点点啊，嘿，迄个吼，活动汇集在一起啊。啊，咱来像那个林瑞阳县可以持续的13年的这种活动，真的是不容易哦。没有咱家己来办，咱嘛无可能，咱嘛无法度哦。所以这点我是真佩服迄个林瑞阳，他这个精神、这个活动，真的我也非常感谢他。所以我们每个月下午一天来家，礼拜天嘛，第三个礼拜天来这里走一走，我觉得是，真的是那种说放松心情，放松的心情，啊来家行行的，这是真好，真好，好啊！我今仔日，我呢。镇上的狮子会，我的会长马哥讲，这个要捐给义电哦，我们用会里面来捐一点点给义电。好，我说好，我把你这份耐心，我们会的这份耐心带到给义电这样。以上非常感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。